因为那是订制，啊，个即元宵放螃蟹炮的时阵，台南咸水观光美食城游客拢是甜甜。即马即咸水的观光美食城，干那剩一挂老店，差不多七成拢是空单，其他大头的生意也拢平因过减少一半。在地就希望讲，即政府会当甲因重新规划，甲即市场活化起来。米沙好，加一挂咸蛋，辣辣的，一碗香公公的咸水薏米，就煮好势啊！这是咸水卖超过一家子的米单，正常生理，逐天拢真加热。不过即阵实际来吃的人，敢那一两多尔，连隔壁台的生理嘛同款歹。无因我伫咧咸水观光美食城内底有七成空蛋无咧卖，店家讲主要因为无人客来，佮加上因认为市场设计无理想，生理上无平衡过，减一半。其他就是因为生理无改。所以一大一大拢一直都无租即个店面啊。年纪渐渐大了，啊，就讲诶，加减啊卖啦，哦，啊，大家刚好扛过来那个做啊。啊，我们就是尽量想讲抱着有点年纪了，过得去就好了。似乎是1804年才起一栋咸水观光美食城，单位计共有29栋，拄开幕是满栋，到今剩12栋咧营业。有店家认为，即几栋民众的消费形态有改变，较少少年人会选择来市场买物件。伫大环境之下，市场处工地方除了会当开发特色景点，各单位嘛通互相合作，才会当吸引人来遮行搭。以前嘛年轻就是我用行动餐车，我行到对卖到对。你就是爱去塑造，爱去顾你的口碑哦，啊，让客人吃了会合一下，以后家下底想要来找咱。商圈加迄、那个也做点心城的自治会，大家是不是会当来做一个合作？看大家吼会当加强沟通，看会当。提出一个迄、那个达到一个共识。平常去美食城，零零清清无游客，地方望政府会当重新规划，招更加侪店家活化地方商圈。市场所指出，因未来会设促销活动，卖媒合地方商圈参市场合作，拓展商机，促进观光。记者陈大南采访报道。